大会开始以后，首先高唱反共自由歌。今天参加大会的有中华民国各界的首长，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各界的2万多人。大会主席由智盟荣誉主席古正刚担任。主席古正刚接着在大会中呼吁：中天遥想全时代自由国家会有，全时代的自由国家以一切是敌人，不要自由就没有和平，只叫安全就只叫繁荣。我要想我们全国的军民会议，我们中华民国全体居民从当时开国60年来临的时候，更当要群策群力，团结一致，在运用人民的江总统领导之下，一次站在保卫人类自由奋斗底线，以最大的决心做最强的奋斗，造福光复我们的大陆，构成扭转整个国际秩序的关键。会主席古正刚在致辞以后，接着攻读总统训词。严副总统在大会中致辞，他提出了我们对当前反共大业的两点看法。反共大业的两点看法：第一，共产集团无论是装扮什么样的面貌，但是对外扩张的野心都缺乏实现的目标，始终不会改变。第二，我们必须再次指出，劳动解放20年来对内镇压、对外侵略的结果，不只是在中国大陆造成了亘古未有的人间地狱，也已成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后软根了。我们确信了，只要我们全国上下同心一致，坚韧奋斗，就必能达成和平、自愿、同心共理、文明和和平的重责大任。为了庆祝第17届一二三自由日，空军政战部主任吴宝华中将夫妇今天下午在新生社虎贲厅和5位驾机来归的空军反共义士和他们的家人共进晚餐。高佑忠、李才旺、刘成思、邵喜燕都在今年晋升为少校，李显斌升为中校，他们每个人都有了如花似玉的太太，也都有了活泼可爱的孩子。吴宝华中将和他的夫人分送给他们每人一个过年的红包。这幅完美的画面说明了投奔自由的意识都在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